大家晚上好，现在是7:59，我们还等1分钟就正式开始。如果大家能听到我说话，请帮我打一个数字吧。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因为经常这么讲。但如果大家能够给我一个回应的话，会更好。Yes, oh, thank you。好。那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始了。今天呢是5月12号，也是本来是 Joy 讲，但是因为明天晚上我还有一个活动，所以说呢，我们做了一个微调。那么今天我主要是讲，我所理解的现在的一个市场，以及我对于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黑天鹅事件的担忧。还有我要回顾一下就是过去2周的一些操作啊，这些呢，我想，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有很多的 VIP 客户是可以收到我们这样的一些信号的。另外，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市场展望，也是我对于最近的一个情况的补充吧。OK，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正题。sorry。那我个人简介是，我是奥斯汀陈，我是08年开始做金融投资市场的，然后呢，从13年呢进入了金融行业，最高的时候在中国分管三个公司的机构的一个运营业务，后来15年来到澳洲发展，然后现在呢也是在从事相关的领域的一些这样的研究和投资。我个人来讲的话，是比较喜欢在投资领域去探究的，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内求的行业啊，可以从自己的身上去发现一些问题，找到一些机会那在做讲座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个风险的声明，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有风险的，并不是银行的定期存款，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观点和内容考虑到所有的人的情况，所以说，您在得到我们这些信息后，要考虑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那么，Go Market 是1998年成立，提供股票、外汇、黄金、石油指数等多种金融产品的这么一个交易券商和一般型的建议咨询。公司的牌照号 IFSL 是254963，公司的注册码是 ACN081。8640390 OK，第一个部分我们讲市场里面还会有什么样的黑天鹅。实际上呢，这个命题我知道一上来就是可以说叫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既然是黑天鹅，就代表它是不可以被预测的，是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才会给你一个措手不及。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会考虑这个事情的发展或演化，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致命的打击。第二呢，黑天鹅它会给你产生长期而重大的影响。那这个影响的话，我们也可以从现在的一些事情上回溯回去来看一下。第三呢，就是往往黑天鹅事件发生在一个脆弱的平衡状态。当这种临界点状态的时候，黑天鹅事件会产生一种绝对性的、决定性的推动力量。所以，我们在这里去，做一个畅想，实际上也是叫什么？一个凡人来预测一些小概率或者说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但为什么我还是要去，怎么讲？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呢？其实，因为预测的本身其实不是投资的核心。核心是应对的策略。那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思考，那么我们可能也会想一想，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所以我觉得观点和这样的一个策略是我们今天需要考虑的重点。我呢，只是把我的思考作为一个抛砖，大家呢，在我的思考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可以做一些隐喻。可以去找一些觉得对自己有帮助的点。
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现在的这些黑天鹅事件呢，在全球范围内也越来越多，频度也越来越高，不确定性呢也越来越大。像我们所经历过之前的英国脱欧，包括欧债危机，包括今年年初的美伊冲突，包括近年的中美冲突，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些年，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市场中，产生了积极的或者说巨大的影响，包括我们现在刚刚经历过的疫情 2.0 还没走出来，包括我们在四月份经历的负油价，包括我们从来也没想过的中美印脱钩的贸易战，那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我们反过来想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说作为一个凡人是没有办法完全去预测和理解这些事情的。但是我们做投资，我们之前讲过，其实就在于你能不能有一定的洞察力，能不能够去总结到你所能够学习到的东西，然后利用这些规则，利用这些你的洞察力来获取一定的收益。OK， 现在人数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再回顾一下之前讲的内容是从黑天鹅引渡进来，然后我们现在呢回顾了之前我们经历过的几次这样的黑天鹅事件。那我们先看一下上个星期的，也是两个星期以前，我当时从霍普金斯大学调取的这么一个数据，当时全球的这个确诊案例的人数是311万，然后这一周早上我今天截取的图片是417万，大家也可以从右下角的这个黄色的曲线图可以看到，目前来讲的话还是没有看到一个拐点的形成，或者说平滑的一个曲线这段时间呢是一个疫情还在演化吧，但是好像这段时间比较增长的比较多的是这个俄罗斯。美国呢适当的还是在增加，但是适当的没有之前的那么一个增长的一个加速度了。那么像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增长人数呢，目前来讲也没有像这个俄罗斯这样翻倍。那我们感觉到就是接下来呢，随着欧美的一个复工复产，然后可能爆发的疫情的重心啊会出现一些转移，那这些我觉得是接下来我们要可能要担忧的一个部分。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实时的现在的状态，我们能看到的是从一阶段到目前的这样的一个400万的数字，还有很多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去检测或检测不足的像非洲啊，像印度啊，包括像一些偏远的地区，实际上是可能是没有办法去 confirm 的。那么在疫情这个层面上，我们讲还是要保持一个紧密的跟踪和慎重的态度。那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做投资的一种叫做积极性吧，或者是叫做一个对于不确定性的一个拥抱程度。那在四月份经历了油价暴跌以后呢，实际上对有一些国家的打击是非常的明显的，只是像澳大利亚吧是恢复的特别快的，因为在三月的一个暴跌以后呢，澳币是扶摇直上，直接从最低的 0.55 现在回到了 0.6 附近但是像很多其他的新兴国家，或者说我们叫做一些原材料出口国，他们的货币是遭受了非常大的打击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或者说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土耳其币目前呢对美元是 7.06:1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贬值了 18.7%。 然后我特意把这张图呢列在了这样的一个版面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黑底绿线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土耳其币对美元实际上是一路在贬值的因为
因为我们这个图呢是反映的是美元除以土耳其币，所以说除以的话，那么就是说分子越小，那么熵就越那个极就越大。那么可以看到的就是土耳其币对美元是一直在一路就是下跌的。那么像卢布大家知道是俄罗斯的货币，也接近崩盘，就是也冲破了历史的最高位 78.8:1。那么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贬值了18.46%。那伊朗是经历了这么多制裁，包括根据原油下跌以后，它可能生意更不好做了。然后它现在又发行了一个新的货币，叫土曼，然后代替以前的尼亚尔。经测算呢，就是伊朗啊这些年它的货币贬值了大概有3500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万元户都变成了这个穷光蛋，是吧？亿万富翁变成了万元户。那我们再看一下，像阿根廷潘帕斯草原，是吧？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一夜之间也贬掉了12.5%。那今年以来，就是一年期来看的话，阿根廷比索足足跌去了一半。那这些货币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的，我们讲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财富的一个衡量值。那他们的这样的大量的财富，相当于这购买力在大量的贬值，是不是？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策略，或者是和一个很好的规避方法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冲击下，没有人能幸免，真的没有人能幸免。大家就想办法的是什么？赶紧把钱花掉，因为你早一天花掉，你就能够等于是赚钱。大家能感觉到这种这里面背后的逻辑吗？就相当于是，如果现在早上我把这个钱花掉，都要比我晚上把这个钱花掉要来的实惠。当你的货币的这样的一个财富或者是价值呈现这么一个崩盘的趋势的时候，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的。那我们更不用说全球最怎么讲，叫做通货膨胀之巅啊，180%的通货膨胀，委内瑞拉。可以说是全球最惨的通胀经济体了，它甚至是最早一个发行的叫加密货币的，然后呢，它把它官方指定为是这个1:60，就是60块钱换1美金，后来呢是6块钱啊，不，现在是就是这个黑市来讲的话，那这个是6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虚拟币才能换1美金。官方认定的是6块钱换1美金，也就是说，刚刚发行的货币又崩盘掉了，还是我们所说的现在最流行的这样一个电子货币。然后我也把目前市场上的一些主要的原物料货币，也就是叫商品货币，给大家列举了从今年年初到现在的一个走势，基本上都是下跌的。尤其是像这个墨西哥啊，墨西哥其实是我们讲就是美国的这个南边就是墨西哥，它今年的话也是一路在贬值。然后我特意查了一下，所有的这些新兴货币，在美元加息的2012年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再回过头，一直都是在下跌的。哪怕像印度在过去10年来货币也基本上跌去了一半。那这次的油价暴跌呢，正好又形成了一个契机。我们讲，其实谁都没有想到过油价会产生一个负值，对不对？从数学上来讲，负收益的商品价值到它目前涨到这样的一个价值，它的收益是无穷的，相当于是你不用一分钱，你可以赚到无穷多的钱。但是很多以原油贸易、原油出口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国家运转，或者说叫做税收的一些这些国家，可以想象原油的暴跌给他们带来了多大冲击多大冲击？那这背后实际上是产品定价的能力吗？对吧？
就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事情，真的。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都在研究一个问题，就是说原油会不会减产，原油还能不能够恢复到之前的价格。就是目前原油这个价格暴跌以后，对这些国家的产生的影响都已经能看到了，啊，很难维续。因为这些事情我们讲都可以演化成很多地缘政治的问题，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OK， 我们要担忧的事情太多了。那么说到第二个点，就是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急转直下，啊，这个呢是来自于 PWE 这么一个调查机构的一个报告。我今天特意的整个的看了一下，就是这个调查图呢是在2020年3月29日做的。那么在过去15年来，中国社会对美国社会对中国社会的一个评价的趋势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叫做什么变化，尤其是在15年16年以后。那在这次新冠疫情的这么一种舆论战，这样的一种消息的诱导，或者说各分其说的这种情况下，互相甩锅的情况下，实际上带入了很多民族和这种国家的情绪在里面。那么这种关系在民间做调查反映出来，竟然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分裂。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是能感受到的，真的是能感受到的这些。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就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如果想再回去这个趋势，想再回去可能不是一天两天，也是需要付出很多年的时间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聊可能我们没有看到，或者说可能我们要去经历的一些黑天鹅的东西啊。那么我们就敞开来讲，敞开来讲，讲到了复原油价格，讲到复原价格给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带来的压力啊，包括他们的货币贬值对于民间财富的一个冲击，然后现在讲到新冠疫情以后呢，对于中美关系啊民间的这么一个评价的一个分裂，包括今天中国商务部考虑对澳大利亚烟麦加征 73.6% 的反倾销关税和 6.9% 的反补贴关税。当然了，澳总理提出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啊，此项这样的一个这样那个关税的加征，与本身来讲，就是说之前澳总理提出的调查病毒的源头说法是不相关联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肯定有关联，这就是一种对抗，只是在用另外一种方法对抗。我记得前一个星期的时候， Morrison 提出说要调查病毒源头的一个说法，他提出了三个步骤，总结就是：第一，改革，取消单个成员国对卫生战略局的这样一个战略的否定权；第二，就是独立，他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审查组织；第三，就是要调查，要邀请一些核查专员去做一些国家去做核查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激起了中国很大的不满。但是呢，一直来讲的话，中澳之间的贸易和关系在这些年是节节攀升的，或者说叫做依赖度是很高的。中国的投资、中国的留学生、中国的大量的订单给澳洲带来了很好的这样一个 GDP， 或者叫这个叫做一个很好的经济表现吧。它比很多欧洲国家都要好啊，大家可以看到欧洲这几年实际上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差的，但是澳大利亚这几年是这些年来说都还是不错，因为有中国大量的一个倾斜。但是现在来讲，如果说产生了这样一种甩锅，一种这种带来的这种叫做斗争的声音的话，我觉得可能产生这种贸易摩擦。不是开句玩笑话，就是说中澳贸易战要打响了。如果中澳贸易战打响了，大家想想，澳大利亚股指你应该怎么操作？澳大利亚铁矿你应该怎么操作？澳大利亚银行你应该怎么操作？对不对？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我们讲虽然是
在就是说一个新闻或者说叫做一个意识，但是它会影响到真的我们做投资的很多很多的方面。所以很明显的就感觉到最近澳洲的股指很弱啊，没有一个像样的这个上涨，一直走不出去。OK， 那我们讲，我们现在实际上做的这些预测呢，其实啊都是我们的一个想象，或者说叫做我们一个推算。那在接下来的这么一个市场里面，我们还有，或者说我们还需要去面对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比如说像疫情的 2.0， 现在在没有完全的结束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也分析了这个数据，包括我们从这个图表上也看到，没有一个平滑向下的曲线，甚至没有一个啊，就是一个横盘，或者叫一个稳定的一个曲线的情况下，现在就我们要进入一个复工复产。那么大家想想，会不会有疫情 3.0？ 疫情 3.0 来的时候，病毒会不会变异？会不会又带来新一轮的冲击？到时候油价会不会又变成负啊？负油价 2.0， 对不对 ？OK， 现在呢，贸易战演化成一定程度的冷战，甚至现在又有热战的一个叫什么矛头啊？或者讲前段时间我看中国环球时报的那个胡某某啊，说中国要增加核弹到1000枚以上。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可不必啊，但是呢，你要提出来，可能对于美国来讲，美国也是一个叫做横刀跃马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服就干的那种，对不对？那实际上你会把一些问题又转移到一种热战上面去，那这样可能这种关系就更难调和。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在疫情期间啊，可能经济还没有好转起来，可能我们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和需求都没有恢复起来，可是我们的资产价格，包括像我们的股市也好，或者说房市也好一直涨，这是不是好事？大家可以想想，这是不是好事？或者说这个东西它正不正常，健不健康，持不持续啊？不要等到市场出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再想去哦，我怎么去应对？而现在你就应该想，会不会有你所没有考虑到的部分？其实做投资，它就是这样，它要看到的是未来，它要在不确定性里面去找到一些可以叫做套现，或者说可以去看到的一些机会。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用大量的放水刺激印钞，是不是真的能够将经济刺激起来？能不能够直接把这个危机渡过去？包括现在我们刚才讲到了新兴市场的货币危机，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国家，还有产生一轮新的地缘政治，一场危机？我觉得黑天鹅本身来讲，我们在这里去预测它，本身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很难或者很不成立的命题吧。但是预测本身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我们的视野是不是够高，我们的视角是不是够多元，我们是不是能看到很多还没有想到过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一些策略和机会。所以说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在黑天鹅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再做一个推演。因为上次前两次我都做了相关的讲座，也给出了黑天鹅市场下的一些应对策略，大家可以去回头翻一下我4月中旬讲座，我有讲过。那我做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再往前推一步，也就是说本身黑天鹅事件越来越多，是吧？那么在这个市场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个变化？要面对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有五点。第一点，不要去预测它，但要去预防它。不要去预测它，但要去预防它。你没有办法猜到它什么时候来，你也没有办法去完全去消除它对你的影响。唯一能做的就是，我是不是有准备好？
我是不是能够考虑到会有这样一件事情？比如说像英国脱欧，当时我还，这个2015年嘛，然后当时我还在想这个事情啊，会不会发生？我觉得不会发生。哎，我当时还信誓旦旦的在朋友圈里面去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啊，但是呢，它就是真的发生了。那这种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想过它发生了会变成怎么样，那么可能当它发生的时候，你就是懵的。OK，所以说要有预防机制。第二呢，就是危中有机，任何时候在市场里面产生剧烈波动的时候，或者说产生一些我们这样就是没有办法去这个去理解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考虑的是你们有没有机会，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年的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一直在喊，或者说一直在倡议的一点就是，目前来讲机会是最明确的时候，也就是因为我在之前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也是学会了怎么去里面找到一些线索。OK，那么接下来还会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说大家还是会有这样的机遇。第三就是要保持冗余啊，不要负债啊，这两个其实我觉得可以一起说。目前来讲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害怕一点，就是钱如果印的太多，会不会就是接下来资产价格暴涨，把你甩下车呀，或怎么样？但实际上从过去10年来看，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或者说叫做银行利率吧，都是一个下跌的状态。大家各个国家都是这样，通过这个放水，通过降低这样的一个存款这个利率，来维持一个高的资产价格上涨，来维持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业态，对吧？那想维持这个价格往上，就必须要投入更多的钱，就必须要有更多的资金涌入。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要想想是现金好一点，还是说你也去增加大量的负债好一点？当然，我觉得这个国家情况不同，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像在这个货币崩盘的这些国家来讲的话，实际上钱是没什么用的，对吧？大家要想办法把钱尽快的花掉。但是对于一些你拥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货币计价，或者说货币啊，或者说你有比较多的资产的情况下，可以去考虑一下保持一定的现金流，然后可以拥抱更多的不确定性，获得更好的收益。OK。那今天的第一部分我就讲完了，也是跟大家一起侃一侃，聊一聊，对于目前市场里面，接下来可能产生的一些不确定性的事件，其实包括我们之前产生的这些黑天鹅事件对现在造成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去探讨一下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然后也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第二部分呢，我会总结一下近期我所给我们 Go Markets 的客户做的一些 VIP 策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从4月28号，应该是上上星期一到现在，然后今天还有一单，我就没放在里面。我一共在这十几个交易里面做了8个交易机会的提示，当然还有其他同事的一些交易机会，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大家都可以去参考。那么呢，我会把我的部分呢做一个回顾，也帮助大家去理解。首先，在4月22号和5月4号的时候呢，我分别都做了2次的这样的一个 USO，也就是美国原油现货的一个多单看涨的一个推荐。中两个红线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是我推荐的一个入场点的机会。不管是用长线来看待，还是用短线来看待，这两张单子或者这两策略都是获利的。大家能看到这两个红线吧？4月22号和5月4号。这个4月22号我没有放在第一页里面，因为它不属于我前两个月的一个内容。但是大家可以从这个图里面可以找到我当时做多的一个线索啊，做多的一个线索。那么那客户都会问啊，那你有没有做？我说当然我也有做。然后你现在还看多吗？对吧？那从长线来看的话，那这些单子是
走掉了，还是说还可以接着再去买入呢？啊，当然很多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跟我联系，或者说当你们遇到这些对某个单子不理解的时候，都可以咨询小助手，然后就向我们询问我们对这个单子背后的一个观点。啊，那从原油这个角度上来看，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晰的就是原油在反弹，对吧？然后它虽然涨得很慢，但是它的这个底部支撑很清晰啊。那么除去它现在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叫什么叫做上方的这么一个压力的话，每次接近这个底部支撑的时候，都是我们看涨的一个机会啊。那第二呢，就是在5月5号的时候，也就是上个星期吧，我推荐的比较多的是一些股票。啊，这只股票呢叫那个 Woolworths， 大家应该都知道，它是在澳洲有很强大的一个生意网络的啊，超市啊，这个产品啊，包括什么酒啊，它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么一个策略。那么这一家公司呢，实际上我还是很喜欢，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它身上赚过一笔。在去年像这种就是大牛市的时空这个行情中啊，大家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买好像都很好赚钱，所以说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只要持有就一定能赚到钱，以至于在今年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大家对股票这块就有点拿不准节奏。那么像 WW 这支股票的话，我们看到它之前在整个市场熔断和剧烈下跌的时候呢，它最低跌到过82.18块。然后呢就企稳向上反弹，但是没有突破前高就回来，现在呢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支撑位置，在35附近。那么呢我是在35附近进场做多，然后止损放在前低。我认为呢这样一只股票的话，目前随着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好转，然后一个复工，一个复产，一个开放，那么大家对于销售，对于酒水，对于各方面的需求会增加，那么应该是对它来讲是有利好，并且它属于消费类型的啊，比较抗跌啊。那么我们再看这只叫 CCL 这只股票呢，是可口可乐包装啊这些。那么这一家公司我当时买入的时候的价格应该是在8.2块附近吧，然后8.2块，对，然后呢看到8.7块，第二目标位看到9.7块，目前呢第一个目标位已经达成，并且获利了出局，然后呢现在准备向第二目标位看齐，但是首先它要站上8.8块啊。这个公司其实也是因为对于消费类，对于接下来的一个正常的生产餐饮这么一个好转的一个概念，所以说 CCL 是我当时做出推荐的一个底层逻辑吧。然后再从技术上看，我觉得它底部的空间止损很小，是一笔合适的买卖。NCM 做一个短动，就短的空单啊，短的空单，一方面是因为黄金呢一直维持在1700附近做震荡，那目前来讲呢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动力不足。第二呢，就是 NCM 本身在这次的下跌里面反弹，也是来到了一个前期的压力位29块钱附近，所以呢，当时给出来了一个目标位是在27.5块，很轻松就达成，然后止损是31.2块，基本上是买入就开始下跌，这个还是很好的，我觉得是短线来讲的话，是很多客户很喜欢的。当然还有两单，就是 X200 这两单呢是，4月28号和5月11号分别都做过，都是在做了一个追涨。第一次是在突破5300，我看看是5360，对，5360以后看涨到5450，但是我后来一直拿到了5550。然后第二次就是在昨天，昨天做了一个短多的推荐啊，基本上买入也是开始上涨。然后很轻松的达成目标位 ，OK， 这就是我最近所推荐的一个单子，还有一个好像遗漏掉了，是一个澳日，对，澳日的空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在69.7的附近做空，然后止损是70.1、70.2的位置，后来一直跌到67点几，还是不错，那张也是基本9%获利。像这种信号来讲的话呢，我们每天各个人都有去做。游轮不是不是游轮，那个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只是说很多客人他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是我们没有给到位啊，就是说对于勾这块也好，对于任何的这样一个我们讲叫复苏心血的这样一个知识复苏者来讲的话，他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内容和产品交付给这个真正的用户。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其实对我们来做这个服务来讲，我们的信息其实就是金钱，说白了是 money， 并且是拿着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分析和我们大量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来给您，来给客户做服务的。那么我们要保证的是我们这些服务给到真正有价值的这么一个用户。所以说当您现在没有收到我们目前的这些短信，你不要着急啊，您可能是在某些层面上面达成我们的这样一个 VIP 客户的级别啊，这个您可以咨询一下小助手或者您的相关的一些经理，我觉得都可以去了解清楚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整个在疫情期间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创新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从我的层面上来讲的话呢，我每天实际上是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个事情啊。其实包括每个星期或者每两个星期的讲座，我也是很认真的在对待啊。始终相信一点，就是你做的任何事情不是为别人做的，是为你自己做的，是每一件事情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记忆的。就像我们发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那我可以很明确的，我可以把我最初的第一张单子一到现在这一张单子我都可以拿出来讲清楚，我的策略是什么，逻辑是什么，我做没做，然后你可以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看到，隔一段时间我会做一个汇总啊。所以说你想这样的一种诚实，这样的一种客观，那我觉得就是做投资的这样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点，真的。并且我也知道很多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啊，我自己也是在不断的挑战自己，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监督我们啊，监督我啊，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策略和知识分享。那么在这个产品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来说试点是成功的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呢可能每天早上面对这么多信息的时候，他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因为他还是在这些里面去寻找。所以我觉得更好的办法就是了解每一个提供策略的这个人，那么比如说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节目，或者说你可以单独跟他们去聊一聊啊，发个邮件啊。其实这些我觉得学习嘛是相互的。我记得我当时在市场里面亏钱的时候，我天天请别人喝茅台，我天天想让别人教我一点东西，我也是用自己的经历从市场里面慢慢走出来。不管一个人多优秀，他想成功，他必须第一点吃亏比别人早，第二真正的下苦功夫啊。没有人去督促一个成年人去赚钱的，对吧？那是小孩子的事情，那小孩子才会要别人去管。大人来讲的话，作为有责任的成年人来讲的话，都要为自己负责。所以说当你遇到这样的机会，遇到这样你觉得还不错的团队的时候，可以跟他们去做一些沟通。OK， 我们今天第二部分策略回顾讲完了，第三部分我觉得可以回顾一下五月投资的一些机会啊。之前大家可以看到，之前我讲这个在四月底的时候，怎么又回去了啊？之前我在四月底的时候做的那个讲座里面，就是画这幅图，我说以 SP500 为例，当时呢市场价格定格在2909，大家可以看到
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这个地方追涨不合适，做空还要等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 SP500 还在这里，是不是？它还在这里，从2900的附近上涨到了最高，涨到2906还是2907的样子，然后又回到2800，现在又回到2906，它还在这个地方，它在干什么？我们讲现在实际上来讲的话，多头有可能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不要落袋为安，空头他们要不要再来一次，对不对？那么走到了这个地方，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技术面和基本面的背离了。技术面和基本面背离，就是说实际上企业的盈利啊各方面还不是特别好，但是哎股价已经涨上去了，还敢不敢涨？上次我给大家讲过，你涨多了，对吧？人多头就获利了，空头就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它还是维持一个整理，或者我们要观察一段时间啊。但是呢，在市场里面出现了一个很奇葩的东西，就是纳斯达克，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纳斯达克最高点，历史最高点9750点，现在多少？现在应该在2300点到9300点到9200点之间啊。也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按照一月份的开盘价8700多点的时候，它现在已经把一年的跌幅全部收复了，它甚至还在创新高下这里面实际上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很乐观的东西，而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感觉到有点担忧的东西。我们想想纳指现在有多强啊，在去年的七月份的时候，我做讲座的时候拿出了左边这幅图，当时是纳指里面三只股票就可以两只股票，亚马逊和微软就可以买下整个德国的股票市，就是我们按市值来计算的话。但是现在呢，纳指已经可以买了所有非美市场的股票，所有的还比他们多就是把纳指的这些股票可以卖掉以后，可以买下日本、德国、中国各个国家所有的非美市场的所有的股票总市值。大家觉得担不担忧？当时我们看到的是五头狂流，对吧？引领着市场一路狂奔。现在呢，经过了疫情以后，到了4月30号为止，这五家公司竟然根本没跌，甚至占据了整个美股市值的14%，吓不吓人？要做多还是要做空？大家可以想一想，是追还是抄底？为什么当时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哇，这个机会太好了，这个太明确了。当时带多少？带6640点，我们就算7000点好了，好不好？现在是多少？9000点，一个多月呀，一个多月的时间，产生这样大的一个微型反转，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到了这个地方，你再去问，我能追吗？我能不能做空啊？不知道哎，谁知道？OK。我们看一下，就是说目前来讲，这五朵金花的业绩展望，对吧？谷歌、Facebook、微软、苹果、亚马逊，实际上左边我列出来了关于中信证券研究的一个报告，然后右边这个看图，大家就可以看到，除了微软的业绩还是在增长以外，其他苹果、亚马逊、Facebook、谷歌全部都会受到影响，这是不用考虑的问题，肯定大概率。你像苹果，除了中国以外，好像很多公司、很多地方的这样的一个线下的直营店都是关闭的，对吧？清洁工的工资要不要付？员工的工资要不要付？照付啊，营收没有了，可能都转到线上，但是线上有时候确实还是不方便。比如说在澳大利亚，我去买，是我还是愿意去实体店买，因为很方便嘛，对吧？坐个火车，公司楼下还很容易就买到了。那 Facebook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来讲给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
游戏电商保持平衡，强势增长，但是旅游、汽车广告大幅下挫，对不对？汽车销售肯定受了影响，大家都出不了门啊，然后手上钱都不够花，还买个车放楼下，停在地下车库吗？不会的，汽车消费在这种大型的消费上来，它需要时间去消化。啊，微软因为它主要是线上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先说过，像苹果的 AppCare 广告也都受到了冲击啊，这个报告里面都有，大家可以看到啊，我都是完全公开了。亚马逊是整体来讲收入不错的，它的云业务、它的电商业务都是很不错，以至于它在四季度创出历史新高嘛，那不是四月份创出历史新高，但它也会有相当多的担忧，就是接下来相当多的担忧，因为我们讲它在接下来里面所面对的问题，可能我们也要去仔细的思考一下。仔细的思考一下，就像最近涨得比较火热的腾讯和阿里巴巴，大家都可以去考虑一下，就是说他们在历史估值的什么位置。那么相关机构呢也给出了接下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预测，就对于这个FAM 这个五朵金花啊，我这么我给他们命名为，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他们主要他们是纳斯达克的权重啊，就是说他们的走势基本上决定了纳斯达克的走势，所以说纳斯达克在走出来全球一个跟叫做独立行情，我们讲真的叫独立行情，其他的市场里面的股票和股指还没有走出来的时候，它竟然走出来一个典型的微型反转啊。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对于2020年的一个营收啊，就比较一下2019和2020年就可以看到。微软是增加了，其他都是略有衰减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2020年的业绩预期和展望能否支持更高的一个股价估值。OK， 这里也给出了一个高盛的关于未来市场3到12个月的一个预测啊，今天我就不展开了，有兴趣的我们可以联系要一下这个报告。那么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接下来的一个担忧的情况，就是说最近看的新闻啊，印度、越南都在大量的吸引制造业，吸引企业的入驻或者回流，然后呢股市又出现了微型反转，楼市的持续上涨啊，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万科去养猪啊，后疫情时代的一个需求恢复，其实产生了很多一些我们叫看不懂的经济现象，这些看不懂的经济现象目前给我们的投资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其实不一定涨上来了我们就好做投资了，不一定跌下去了我们就不好做了，关键是你怎么去理解你所现在的位置，你所面对的一个市场情况和你的策略。我们可以看右边这张图，右边这张图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叫什么叫做各个政府对于应对这样一个 COVID-19 的这么一个疫情所支出的一个信贷或者叫做投入的资金吧，可以这么理解。那最多的是这个是德国最多的是德国，然后中国是最少的。这样其实也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一些政府负债或者说消费或者企业的恢复吧，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说的不一定对，我说的只是我自己的一家体验，当然结合起来自己的操作才有价值。我们讲到这个部分，就是有人问能不能有包赚不赔的策略或者是这个东西啊。其实在这个地方我还是给大家去就是说提个醒，或者说叫做证个名吧，就是来听我们讲，并不是说我们说的就一定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思考的权利，但是做投资它是一个拥抱不确定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就一定对，或者是一定能赚钱，但是本身来讲我们就是在利用这种不确定性才能够获利。
如果都已经板上钉钉的事，这个也基本就被叫无风险套利做完了，你没有可能去在这个市场里面找到这样的机会，或者说时间会非常短。那第二呢，就是说如果你还是在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话，实际上你在用一个很不好的问题去寻求一个很好的答案，在这个时代实际上答案不值钱，好的问题才值钱。所以说你好好想想，什么样的人能做好投资？如果说你提不出来一个好的问题，那么可能往往你也得不到一个很优秀的答案。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去了解更多的话，我建议一会儿大家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应该怎么问啊，才能够真的去帮到自己，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答案。第三呢，就是很多人会用赚钱来衡量一切的标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像只有赚到钱的一个策略或者说一个人才是有价值的，其实也不一定，真的。首先你用这个观点去考虑的时候，你永远都是输家，因为市场里面永远都比你有更有钱的人，永远都比你在从钱这个角度上去衡量你又战胜不了的那个人。所以说钱如果用赚钱的方式来衡量价值的话，实际上是不是特别正确。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考虑这个事件本身，就是我们来做投资首先是什么，提高认知能力，想学到一些东西，对吧？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好又能够抓住一些机会，能够在小处见大处，是吧？在大处不犯错啊，基本上人生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人生其实面临大的选择的机会不多啊，小的选择特别特别多。OK， 好，最近的一个逻辑啊，就是暴跌猛如虎，反弹全靠美联储啊，只有它能够保证不赔，把握了这个核心呢是保证不赔。但是接下来多说两句的话，我觉得，其实已经不是太追涨的机会了，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尤其在辣子吧，我今天喊出来的空单，那因为我觉得可能也差不多了，这一波到这个位置的话，如果再去追，空间已经不大了。OK， 大家就当我一说啊。那今天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哎呦 ，PPT 都没带，股指第三讲，讲一讲 S 个两百。啊，还有十分钟，把握的还不错啊。上次呢，我说我要发愿把所有的股指都给大家梳理一遍，然后呢，每次呢，我想到最后呢，我都留一个，这样给大家做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点题，或者说，一个总结吧。股指呢，它很方便，就是在我们面对这个市场的时候呢，它有比较好的交易时间，然后呢，它做我们投资组合，它可以很好的跟踪一些股市的走势，能够对冲个股的风险，把握一些市场的机会。第三呢，就是指数的走势很容易理解和判断，能够掌握大的方向啊，不会轻易的被一只股票的一个独立的行情，或者说特殊的一些内部的信息来左右，相对来讲安全指数高一些。然后持仓成本也比较低，交易手续费也比较低，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股票指数利用起来，因为在中国来讲的话，做指数类投资的话，是对投资者有很高的要求的，资金要求啊，资金要求。那么实际上很多时候你不是不能做，你是没有办法做，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话，就相当于少了这么一个工具，但在这边呢都可以用起来。之前给大家讲过 A 股 China50， 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也讲了 Hong Kong50， 它也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指数啊，很偏金融，很偏金融业。然后呢今天给大家看看澳洲股指呢，目前来讲的话是记录了200只澳洲最大的公司，那么这200只呢每一只的股票市值都在5个亿以上。在过去的这些走势里面，这个 S 个两百呢比较好的跟踪了市场的走势，并且呢取得了很好的一个平均收益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整体来讲呢 S 个是能够记录整个牛市上涨的啊，之前是我们分析的时候都以它为作为一个标的啊。那么
在 这个200的这个板块里面呢，它主要有11个板块，像金融呢占到 28%， 然后其他的分别下来就是原材料啊，然后是工业，然后是医疗保健、房地产啊、非必需消费品、能源，这样依次往下。所以呢，我觉得 S 个两板并不是完全特别偏金融的，但是呢，金融却又能够指挥它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情况。那金融背后呢，无非就是像四大行啊那些东西，再加上房地产，所以说三分之一吧，它能够左右大概三分之一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澳洲股指半死不活的，还在这里地方5400点附近压制着，也就是说明白一点，就是澳洲银行股也不怎么样喽。澳洲呢比较好的是它的医疗还不错，医疗的这样的一个包括它的消费品都还不错，整体来讲没有科技股的这样一个高估值的支撑，它很难取得一个在世界上表现亮眼的这么一个成绩吧。所以我觉得 S 个两百呢，相对来说的话，目前可能涨的话不会太好，但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它也比较稳定。一方面有背后有澳币嘛，澳币很灵活，对不对？当它涨不上去的时候，澳币跌吧跌吧也能够让它支撑一下，因为毕竟还是出口为主嘛。那澳币今天跌一跌，是吧？这些出口的企业就活得很嗨喽。那当然了，老百姓就惨一点，买苹果手机，你看苹果 SE， 澳洲定价多少钱？799，我的天哪，不敢想象，799交换人民币得多少钱呢？这个就是看着大家对澳币的这样的一个估值购买力评价很低哦。然后我特意把 S 个200的这样一个产品的属性或者叫明细给大家列出来，在左边。那我们现在的所采用的这个合约纸呢，是一个合约，一个合约，所以也非常小。也就是说，你买一手合约呢，一个点一块钱，啊，5000点涨到7000点呢，2000个点，你也才只能赚2000块钱啊。所以说啊，风险不大这个产品啊。每天来讲的话，按照澳洲股指现在的波幅，一天150个点左右，就一天上下也就150个点，150块钱。然后呢，最大订单量一次是250手，也就是我们正常讲一个大合约，也就是说一个点250块钱。那么这个合约来讲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仓位和这样股票的价格来做一个对等的计算啊，可以做一个平衡。然后我看一下啊，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因为股指的保证金都上调了，所以说它的保证金也是5%。如果说做一手5000块钱的，付5%就是25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那么如果说你有2万块钱，大家可以算一下，你可以做多少手？那交易时间的话呢，就是它大概每天早上，就是在澳洲股市开盘之前10分钟之前，它就开始动了啊。这个是这个产品啊，然后它会在澳洲股市收盘以后半个小时它才会关啊，所以说它的交易时间更长，然后接下来就是尾盘和那个晚盘的时间。我个人来讲的话，是我觉得 S 个200是还是蛮好操作的，蛮好就是把握机会的，风险也不大。做个广告，我们5月份的培训课呢，就是悉尼公司的一个培训课要开始了。那么我们也会做好相关的一些服务和一个月的服务和我们的一个交易信号的一个叫策略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相信你可以得到很多我们关于交易、关于市场的一些分享，也能在群里面给你解答一些你所关心的问题，这个的话成为我们的 VIP 客户都是有机会获得的。那么我们现在做到的这些服务的话，已经给到了很多 VIP 客户不错的帮助，就好比我们现在做的这样的一个网课，每个星期3次，再加上外部讲师1次，然后我们也在做更多的创新，还有一些实时的信号，我们的股评。这些都是我们在给客户做一项的做这些价值服务吧。
那么剩下的还有几分钟，我看一下，好，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在澳洲可以买，等一下我看一下，澳洲可以买 QQQ 指数基金吗？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边做不了。哎，交易机会不错啊，谢谢。还有什么？没声音，有一个人说啊，老师可以讲讲多外汇主要是技术指标还是基本面有分析吗？我觉得都要看呢，都要看呢。嗯，你就像新兴市场的那些货币吧，其实你看技术指标已经没有意义了，你还是要懂基本面，就是它整个整个这个收入的一个锐减，然后贸易账的一个失衡，然后它的货币的这样一个吸引力的降低，它肯定要贬值啊。那这个时候你做外汇交易的话，像土耳其币，你不用去做什么的技术分析了，就是一顿看跌就好了啊。这样，包括像澳币在最低的时候，哪有什么技术指标啊，对不对？那都是底下都是就是真空状态，没有到过的地方，要支撑没支撑，要阻力没阻力。只能看你对于这个市场的理解吧，就你认为澳币多少钱你觉得合适啊？啊，粮食股票能介绍一下？啊，回头我可以给你发一下，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澳洲的做粮食的股票，我们之前有做过分享。啊，瑞朗和日元，比如什么？比如。看不到了，比如瑞朗和日元等等，怎么前一句有前一句话吗？看不到前一句话。哦 ，CCL 不是邮轮 ，Comax 有自己的美股的股指的判断吗？有啊，美股的三大股指啊，基本上都有。我之前在线下讲座是培训的做过的。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接下来讲座里面都会提到。其实我的 slide 都已经做好了，我往下一翻你就能看见。只是说在讲的过程中，每天要讲的内容太多，所以就慢慢讲呗，对吧？有哪些指标比较推荐 ？OK， 这个朋友，指标数无穷尽的一个学科啊。嗯，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问问我们公司一些指标玩好的老师啊，像 Johnny 他们做的比较，我觉得比较精通了。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对指标用的不多，一般就是均线 MACD 啊，有时候会配合一下 RSI 啊，我比较偏基本面。他说 VIP 客户是什么条件？VIP 客户首先是你是一个实盘账户，对吧？对吧？第二，你要达到一定的资金和交易量，你这个就可以实现了。具体的你可以问一下小助手啊。怎么买 ASIC 200股指？代码是什么？代码就是 ASIC 200啊，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找到啊。好，今天晚上的网课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没有拖堂，9:02，感谢大家。啊，有更多的问题可以加我们小助手，也欢迎大家通过公司的网站啊给我们留言啊。我是 Austin， 很高兴今天晚上给大家做一个叫做什么交流吧。也很希望有一天能够当着面跟大家做分享，因为实际上看着 PPT 啊自己跟自己自说自话啊挺无聊的。那么如果有更多的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其实特别好玩，真的。做投资再加上啊讲讲故事吹吹牛啊，挺有意思的啊。当然呢再结合自己一些操作，拍一下自己的筹码，跟着我们比较优秀的一些投资人啊，在市场里面啊追涨杀跌，或者是这个对吧抄底是吧做空，我觉得都还是挺有意思的。
OK， 今天我的观点呢，在这个 PPT 里面都有所表现，如果大家有不明确的地方，可以在这个活动以后联系我，谢谢，再见，感谢大家。